年三十那个团圆，饼哥先给您拜个年，啥也不说，跪了。跪了。独熊一个来 P 城，这局我绝对不能怂。啊？手持 AK 追着人，这个小伙子走位可以销魂，坐飞机说你。仔细听脚步，他队友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切 AK 直接打他，非常的细节。咱们现在来这个房子里面趴一下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打完架了，哎，来人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肯定要过来吃这个年夜饭了吧？哦。我现在手里有一颗雷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就不要怪我无情，喊了骚扰。等了一会儿，发现这房顶上都掉物资了，我丢，直接丢他。这个时候他们直接压过去，借助这个雷声覆盖咱们的脚步，现在就直接往里冲。墨镜一戴，我谁都不爱，见人就杀，绝不留情。打倒这个人之后，听了好多脚步，你们要过来。其实现在我一点都没慌。还有点想让他们快点过来，千万别丢雷啊，直接来毛我。听脚步，他过来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肯定有人救队友，肯定也有人要上来打我。听脚步，他过来了，直接打。这么大个熊你就看不着吗？一枪都打不着我。换好子弹，继续听脚步。第一个人应该被拉起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别打我！大哥，别打我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小伙子想利用我的同情心，不可能，直接就干他。这个时候他说能救能救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肯定要让他把你救起来呀。哦。3, 2, 1，那听个吧。这小伙子应该在那门口架枪扶队友呢，直接跑过来打上，一波扫射成功击倒。这个时候三个人已经倒了，他还有一个队友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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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组队吗？大哥组队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听脚步，他拉过来了。大哥，大哥组队吗？组队吗？不组队，不组队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咋个搞的？也没得了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啥意思呀？别打灯了。听脚步，他队友进那个房子里边了。他现在应该是在拉队友呢。哎，这球我在跑，在楼梯口呢。进来直接把他给打掉。非常的 nice， 面对，一点都没慌。哎呀妈，真香。来和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